我问你，你先别跟我讲老实话。什么老实话？迄天你暴露老的真相，是董俊超工家己的手放开，你才晓得对无？迄天我看到你为着要救董俊，拢无顾家己行过来冲过去救伊。 不过，当初心肝遐尼勇，把你的手头共放开。你当时一定足伤心，对这个囡仔一定足伤心，对无？不过，你伫咧病医中心的时阵，伫我面头前，佫叫做无一件代志共款。你是不是咧顾虑我这做妈妈的心情？ 我甲你讲这是要创啥的？啊，我晓得下落来啊！我搁甲你讲，董军讲这个事实，敢会当改变什么代志？啊，不过这对我足重要，你知影无？你若是甲豪哥，我都袂一直认为董军伊假面具，你爱互相对责任。我确实是歹鬼带头，我甲你自作孽。进前你讲的完全拢无毋对，你无需要自责。我要哪有可能无自责？ 我是伊的妈妈，看你要甲我拍，要甲我骂，是要来甲我考试，做你内面客气，我拢接受。我是安怎就爱安尼做啦？无毋对啦，董俊做出这款代志啊，确实真伤我的心。啊，毋过嘛，因为安尼，小雨佮静玉重新倒来我的身躯边啊，啊，你嘛袂因为为着董俊的代志啊，一直甲我点。 所以讲啊，我原来是失去一寸，啊，不过我得到一笑。我应该讲是路人跋一刀，煞捡到一只金鸡母，哈，我好迄个弹跳感觉，你知？你到这时阵，还搁咧关心小安慰我，我这做妈妈。 我完全唔知我家己好势，造成到这款程度。我规工拢在烦恼，伊伫咧内底吃八千个烧无，所以我就自作自惭，买一寡水果要去看伊。我伫路诶，拄着陈雅，我搁烦恼伊拜托伊，叫伊下家己讲，有时间爱去看董俊。 啊！无，我惊董俊的伤心。我慢慢想袂到，你真是予董俊上个上当上得体的人。哎，你真正哦，真看我无呢。我敢是像你简单同拍牌啊？我陈忠诚啊，一世人啊。 毋知有偌济人甲我反背过，什物反背情无记啊？我拢看过啊！我早著已经啊是不败金身啊，知影无？你点点啊？啊，好啦，莫去哭啊！你哭到安尼，干咪看？你难怪，我伫，我即满心肝内，就是对你有足济亏欠。无要紧啊！啥物无要紧？我。 无我怕我家己甲你背坐啦，哎，怎么了？冲啥货啦？哎，朱丽萍，董俊啊，确确实实是因为我才会走进去。我哪有可能甲这个拢撒去你的身上啊？你若真正这样子自责，你应该惩罚做伙拍，安尼才有公平。啊，不过我过去就因为董俊的代志，甲你拍足一摆啊。 唉，你讲啥话啦？甲你拍完了，秘书帮我咧定扛我，我走来袂去啊你！啊，你袂记我会记咧啊！我就我就是想，我就更好。哎呀，好啦好啦，你袂记咧记，莫阁哭啊！你哭起来是变哪结鬼球啊？秘书夹门啊！哎，我是毋是惊着你看丽萍讲话啊？ 你是咧讲啥啦？讲到那边呢，目屎流，目屎滴。
无啦，我是来甲陈忠祥回事的。上菜，因为我还蛮家己，还伊遐嘛无命，所以我就感觉足自责的。哎呦！来来来来来，你把素阳哦，切切。多谢。恁恁是不是有公事要讲？无，我先来走。哎，彩炭小姐。那边呢？等一下。安怎？我觉得这不咯，是要叫文瑶教你的啦。既然我拄着你啊，过去我亲手送给你。这不，是点么心意啊？你有看的，这是啥？写经。那证件也要出来啦！我都感觉应该是写给我的职工。就是你的感觉啦，咱当年就是因为一条写金，才结这个缘分的。哎呦，是文章真好啦！你是安怎？我是啥物代志啊？妈耶！你囡仔吼是中上送的礼物，足珍贵的。啊，不过吼，我就是摕袂着啦。哎呦，我是万才才好啦。这简单啦，我来帮你摕。啊？哎，安尼危险啦！无吼，你直接再替我过来，啊，我去叫买过来。唔免啦，我买快递吼，随落来啦。啊不，你顺利哦。啊，打单来，打单来。我摕着啊！我摕着啊！啊！啊！你说你说你。嗯。打他来啊！打他来！妈耶！我按错了。你别烦恼，别烦恼了。你看，不怕去。我不是讲这啦，我是讲你，你敢有受伤？哈？我无呢，当然无安怎啊。只要你卖艰苦，我啥物拢好呀。哎呦，你真讲硬啊呢！多谢你。我紧起来，紧起来。我把手起来啦，哎呦。哎、欸，等一下，等一下。嗯。我去一条丝仔巾是我送你的对吧？哎、欸，一条是舶来品呢，我专工委托人买的呢。哎呀，就是一条啦。一条丝仔巾尔，啊，去有风吹去，无伊就准拄煞，另外再搁买就好。你竟然做这尼啊危险的代志啊！而且搁麻烦一个外人，结果啊，倒啊欠人一条人情啊，好有影无？四十几年后啊，人就为着这条人情，专工倒来甲你讨啊！你嘛别讲啦，冲人家哪有可能是为着要甲我讨人情，啊，专工去买一条丝仔巾来送我？对啊，忠臣啊，你唔通误会呢。当年哦，内面会这么要紧这条丝仔巾，嘿，新光火都呢要救这条丝仔巾。不是这条丝仔巾啊，有我价值，是因为啊，伊对你的重视哦。啊，结果咧，换来啥？你无情无义，四十年了哦，竟然提这条代志哦，还佮这笔，哇，你哦，对阮丽萍真正有够刻薄的。你，啊，这件代志我唔是甲你解释过啊，你嘛甲我讲。你会当谅解我当时的无奈？哦，好啦，过去就过去啊！你讲什么创啊？当年啊，嗯，想袂到，当年就真小块代志，你也记得上我来哦。
阮有你这么孝敬的朋友，真正是阮的福气呢。其实我真清楚吼，这条蛇筋甲当年迄条蛇筋哦，根本就袂当比的。所以吼，我特别吼准备另外一个礼物，要来送你。拢几岁人啊，出头有够济。你唔知的人啊，廖总讲啊，你是要拍朱丽萍的。喂，你点点么唔好啦？无人会当作你是恶狗啦。对啊。张先生，你唔通误会呢。两太太拢知影，丽萍是我一个啊真重要的朋友。因为过去哦，伊有乞食无的，真侪温暖。迄份温情哦，我是永远藏在心内，绝对袂甲放互袂记的。实在是唔通安一直安尼讲啦，我感觉足心虚的呢。我也无甲你斗相共做啥。有也无。我的心内上清楚啊！哇！哦，小鬼电话有我名的收啦！卖怪人的话，别乱讲啦！我那是朱丽萍啊，这么贵重的物件，我嘛不可能无缘无故就收来。这礼物对我来讲真有意义。你先拿在电话后边。我知影陈忠信高估你，你想要离开这，我有淡薄仔烦恼。既然拢已经熟悉啦，个性嘛无好，对吧？啊，不过。我有跟你讲过，无并不是歹代志啊，就是因为无，才有法都变作是有。即阵算起来，才是我重新开始的机会。我一定会愈来愈好的。对，一定愈来愈好。哎，我进前在市场吼，有诶花莲拢卖十岁，即个菠萝鸡吼，就是合你诶。以后你就让家你的囡仔扁掉的，免惊伊飞去啊。因为迄个时阵你甲我讲过，就是因为无，才有好多变成有。因为迄个时阵，陈忠信告诉你，你要重新开始，为着要家你鼓励，我去花莲用来打，要吃小米啊，要来送你。即马我靠你啦，当然要买一个较好的。你代表讲，咱以前迄段感情的心意，做一个纪念。这个心意，你若不爱收，假拒绝，还没收用啊！哼，小来，老朋友，好好完成这几年的心愿，好好表达我对你的感谢。哎。就是一个胸针尔咧。当初啊，你看会起这乞食囡仔，伊感恩在心内哦，这嘛是应该啦。搁再讲伊今麦这尔好个，这对伊来讲哦，南山的尔啦，你免歹势，我替你个收起来。唔通我安尼孤孤僻僻，甲人为难，你无一个机会好好表现啊，到时阵我惊伊会偷偷甲你玩。哎呦，不会啦。中年人伊唔是迄款人啊！王总裁，我看你今仔来找我，应该是要跟我讲公事哦。结果你一看到朱丽萍啊，就伫我办公室开始咧讲过想过去的代志。你即摆啥啦？当作我这是玻璃路西餐厅啊？咁唔是我要做的是服务生，跟恁招呼啊？哎，对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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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呦，看丽萍，我都想过去啊！是嘞。